你知道我小时候那会儿，我每次回老家，我奶都会给我带个五双回上海。五双，你说我小时候还穿这鞋，大家那时候都在穿什么？匡威 One Star、Converse Chuck Taylor， 那时候我就在穿这个。这个是老宝鞋，是老宝鞋，当时也是很多军工厂做的鞋，而且这种鞋特别耐穿。你们卖这个哪儿还能买？我想问，因为现在我真找不到。军训都发这个鞋，你知道吗？哦，是吗？哦，所以军训，我大学军训的时候也穿这个鞋。那多帅啊！太帅了。